在新丁海英近日因演出韩剧《妈妈朋友》的儿子，人气再度水涨船高，一举一动受到热烈关注。而近日就有一位成人直播主智妍在网上贴出照片，他表示自己私讯丁海英 IG 账号，没想到丁海英居然按他讯息爱心，让他开心炫耀丁海英按我爱心了，他按我爱心了爱心。接着他隔了7小时再传一次讯息，又被丁海英已读，让他相当惊喜。由于丁海英并未回复其他粉丝讯息，只跟这名直播主互动，且因为该女子性感形象，就让不少人认为与丁海英清新形象落差超大，纷纷开酸，看来粉丝服务很周到，男人都这样不意外。但有人认为只是回复爱心，并没什么不检点的讯息，呼吁大家不要小题大做。